木木啊，你笑什么？奶奶，我觉得现在我好幸福啊。很幸福吗？哎，奶奶，奶奶好。好好，奶奶好，来坐坐。木木，祝我们结婚2周年快乐。来，2周年快乐。2周年快乐。谢谢大家。怀孕了，别喝了。好，玲玲姐，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啊？预产期过了，我都怕他随时会出来。哎，那我觉得这孩子挺聪明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早早出生，看到父母辣眼睛。哎，单身狗，看别人干什么都是秀恩爱。小楚啊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奶奶还等着喝你的喜酒。奶奶，我也想早点结婚，可是你知道我太优秀了，喜欢我的人太多了，我要是跟谁结婚的话，那其他人就会难过。啊，我们家文丽去哪儿了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谁允许他在这儿捣乱呢？我呀，这是我和文丽一起策划的，惊喜吧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爱情像哇，刚好见到闪闪的一颗是你，是我幸运在活着。菲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不行，他是我的，我愿意。哇哇，文丽，别干抱着了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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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文丽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要伸舌头才可以啊。伸舌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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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伸舌头。我要生了，宁州，我要生了，木木要生了，木木，木木坐，木木，奶奶，我当爸爸了，木木终于要生了，宁州，你笑什么？疼死我了！来，老吴，你把车开过来，夫人要生了，木木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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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木木。加油！听说你准备进军好莱坞了是吗？你在颁奖礼上说希望找个女朋友，现在有进展了吗？跟我们说一下吧。下一步是古装剧吗？你跟港澳名媛艾小姐是什么关系？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吧。说一下吧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朋友来接我了。什么时候公布女朋友呢？你说一下吧，你什么时候公布女朋友呀？好，麻烦你再问一下吧。麻烦大家再问一下吧。请问这就是爱情吗？这两个朋友吗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不哭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宝贝，那我们不开会了，好不好？宝宝，我们现在就走啊，不开会了啊，宝宝走，我们走。哦，走了啊，喝奶去了，不哭了啊，喝奶去，走。你看，看谁来了，宝宝，来宝宝，看谁来了。怎么样，今天宝宝乖不乖啊？可乖了，就哭了一次。这么好呀、哎？公司今年第二季度报表出来了，欢迎老板审查。没空，我试镜通过了，我要去拍戏了。哎，又要去拍戏啊？不过这一次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你可以跟着。谢谢老板，走喽，宝宝。